方先生25岁，来自黑龙江，个体。王女士24岁，来自黑龙江，个体。欢迎两位哈，女生是带着气来的哈。对。今天准备干嘛呀？我就觉得心里不在意我。怎么就觉得他不在意你呢？就是当时我们两个都是在外面租房子嘛，然后他在我跟我室友合租，他跟他朋友也是住一起。我想说呢，我俩花销比较大，而且还养着狗，每天我为咱俩辛苦的付出，然后想说他早上起来给我送点饭都不行吗？就因为这个你就说我不照顾你了？一个小姑娘早上自己整点东西吃不行吗？因为我是为了我们两个然后辛苦的出去工作，他都说连让他给我送，等回来可以再睡都无所谓。他经常就是我都中午都回来他还在那里睡觉，还得我叫他起来。不是那个时候怎么回事？因为我也开店的那个，我早上起来去进货，但有的时候不进货，我寻思晚上开的晚，累了多休息一会儿。我现在就早饭你就自己解决呗，我哪寻思能想那么多、啊？还有之前我们去香山玩的时候哈、啊，之前去北京，他父母在北京嘛，那天下特别大的雨，我们从山上走下来，特别的远，水特别大。我本来就是一个特别怕黑，然后还害怕水的人，就以前小的时候有水缸，这么深的水缸，满满的水看不见底，我都会害怕。他自己走那么远，差不多就现在这个距离。没有这么远，最多一半。那我打着伞能看得到你吗？特别的黑，他应该在前面走，我叫他他都听不到。不是，我觉得吧，我一直回头看他了，他就觉得我没管他，也没理他。不是，为什么没并排走呢？我特好奇。不是那个时候，我爸开车要去接我们嘛，我寻思快走两步，能看到他车在哪儿，雨很大。可是我打着伞，根本就看不见他。行，他说，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，就嫌他，这就所谓的叫不在意或者不在乎，是吧？在细节上让你很不舒服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他经常就是我让他答应我什么事儿，他可以不答应，可以不做，他都是随口就答应，然后还不做这些事情。我答应的事儿，我什么没做？我前段时间囊肿做个手术，不是什么。我跟他说，我说能不能带我出去玩去，然后放松心情再手术。他说行，不管怎么样我都带。我说没钱，我借钱带你出去玩去。到现在了也没有提过这件事情都。你说我之前答应你的事儿什么没做到？不就是现在这件事吗？现在没有能力吧？等有条件以后，肯定带你出去玩。那你就不要说没钱，我借钱就带你出去，你可以不答应吧？我不答应你又不吱声了，又生气了。那有什么事你不能好好跟我说吗？比如说咱俩现在没有条件，没有那么多钱，没有那么多时间，我会尽力去做件事，但不一定马上就现在。我答应你了，我会带你去，知道吗？我现在这么跟你说了，纠缠这个干嘛呀？我舅舅他经常就说到不做到。啊，行，经常说到不做到，还有啥？还有一次。他跟他一个女同学一起玩游戏，起的还是个情侣名字。后来有一天我就发现啊，他把他俩聊天记录删了。没有事删什么呀？所有的都删了，好吧，不是我俩的。我看不出来，你都删了。不是你说这个想表达什么呀？是想表达的对这段情感不忠呢，还是表达什么呀？就是因为这件事以后，我俩吵架了嘛。他说那行，那你想怎么办吧？我就说那把他以后就别跟他一起玩游戏了。他说行。后来有一天我发现他又跟那个女生小号一起玩游戏，然后我就不愿意了。你不答应我不玩了吗？怎么还拿小号还骗我？这个真的我可以非常详细的给你解释。当时俩号是一起加的，对吧？我之前那天你突然说删就给删了，然后人小号上来叫我玩游戏，我怎么回的？我怎么说？你不可以说我现在玩不了，或者我现在不玩了，你就非得为玩游戏还得跟他在一起吗？我是不玩的，那就给人删了。人家怎么想？那是他重要我重要吧？我生气他生气，你觉得哪个重要啊？你重要、啊、你就离不开他了是吗？什么叫离不开？主任，你说这我还能说什么？后来删了吗？删了，都删了，这不事儿就过了吗？他跟女生就这样也不止一次两次了，还有之前那个前女友，我之前翻他微信还有截图，他截图就是那女生说大半夜，我截的图，他自己截的还收藏了，那个女生跟他说有吗？有截图为证。他跟我说这个截图是因为怕我生气，这句话谁不会误会啊？谁会觉得你是说什么？我之前底下的字儿不知道谁给我截掉了，我自己的收藏我是不知道。我说你别喜欢我有女朋友。我看见了吗？你收藏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有人喜欢你很开心是吗？我之前那事儿你说我删聊天记录，然后我就寻思这回给你截下来留着，毕竟是敏感话题，我先留下来给你看一眼。你倒好，你给我看这能证明什么？证明有人喜欢你，很骄傲，很自豪。不是这个，咱稍微讲点理好吗？从一开始说不在意，这变到了质疑人品了啊！女生又给我描绘了一个不安分的男人呗，对前女友是不安分的，
对于打游戏的女生是不安分的。总之，他那颗心就没在你身上，是这意思吧？我就是感觉他心没在我身上。不是，我心没在你身上。你毕业两年了，我一直在那陪着你啊。那么好工作我没回去，我在海边为了你开了个店。我要是不是觉得你有些对我好，能跟你坚持这么长时间吗？每次吵架一个最后一次机会，最后一次机会，跟你多少次最后一次，我都不记得了。整得好像你给我机会我。那还是我每次求着你们大家再起一次，是吗？每次生气不是我哄你啊，其实他觉得我很多事儿不在意他吧。我是，就是。我对你的好你真的都不记得了。我在的是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不在我这边，我不在意我。我怎么不在？我真的是为了锻炼你好吧。我不善于言表你知道吧，主持人。就是你还不善于言表呀、啊、就是很就是爱嘛，就是对于爱这方面我不太就是觉得在表面上，因为我觉得表面上很假。哦，所以那你骗我就很真了是吗？真真心心的骗你，没完了就。你们对于未来有什么打算吗？打算结婚吗？
想继续了。其实是对这段感情现在持有怀疑了。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女生不自立，懦弱给谁看呢？看到一个细节特别让我有感触，我觉得就能
就是人家追你的时候，你还挺那个什么的。哎，你不就是为了我留下来的吗？你陪我不应该吗？等你一旦确定了说，哎，这个人好像对我也不错，我跟他在一起吧，立马就自我沦陷，是早饭也不会吃了，下雨也怕了。你说你不会游泳，你怕那个深水，下雨那水您都怕呀？听着我都觉得可笑。一旦跟这个男人决定跟他真的在一起之后，就不要自我了。我跟你讲，任何一段情感，我们任何一个人，无论男生女生，一定无论多么的有热情，无论多么的炙热，始终保有自我。你的自我哪去了？如果你连自我都没有了，别人怎么爱你？如果你连自己爱自己的能力都没有了，谁还会爱你呢？你看你漂漂亮亮的，年纪轻轻的，按理来说这男生往这儿一站吧，他外形也配不上你。对不起啊，没事。所以我奉劝你的是，无论你怎样认可一段情感，保有自我，千万不要迷失自己。而男生你也特别奇怪，老管他叫这小姑娘什么的，自己就不能独立吗？你所有跟他沟通的方式，所有和他相处的方式，在现场表现出来都是趾高气昂。你有什么好骄傲的呀？有个漂亮女朋友啊，天天黏着你，你特骄傲吗？我跟你说，等他哪天缓过神来，发现哎，我这干嘛呢？我干嘛跟着一对我也不太好的男的啊，每天还训着我，我找个真疼我的不行吗？所以你也别得意，等他长大了醒过来了，你的位置就不保了。你也好好想想自己究竟怎么去做一个男朋友。好，谢谢严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其实你们两个问题很简单，一人一个问题。男生一直重复的一句话，我如果不爱你，我怎么可能陪你两年？你想说明的是，我是有付出的，我是在乎你的，对吧？女生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就是，你没有把我放在心上，但是你也有对我好。
观察一段情感，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角度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我所有的纠结就纠结在就这么点小破事，你们怎么就弄不好？这是大多数在争吵当中的情侣往往会提出的问题，就这么点的小破事我们怎么就不行？所以老师是从一个更理性的角度去帮你们做了一个分析。老师们说理性的谈恋爱可以理性的去推演，这都没问题，但是在情感当中我们很难做到理性。就我们可以很理性的说一段情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要不然你变得特别强大了，要不然那个情感已经变得不像情感。像你们这个年龄，在我看来感受是最重要的，自己问问你自己的内心，你对这段情感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样的。喜欢人家就好好对人家，不喜欢人家就离开人家。爱一个人没有必要委屈自己。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在一起也三年了吧，是有时候你对我挺好的，我不是说我想因为一件小事跟你吵架，我就是想要一个你在乎我的一个态度。我不是纠结在小事不分，我只是想知道你心里真的有我。如果你还是有承诺做不了，会因为什么事情骗我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继续。但我这最重要的就是一个，你不能骗我，任何事我都可以去原谅。